咁啊，講翻你自己啊，我知道上季咧，你因為十字韌帶撕裂啦，所以缺陣咗大半季嘅都。咁你自己最終都好在講得切，喺足總杯嘅決賽上陣啦。咁你會唔會覺得有一種苦盡甘來嘅感覺啊？其實苦盡甘來就一定未必啦，因為始終我傷完成季咧，其實真係浪費咗好多嘢嘅。咁因為始終我哋早兩年建立咗啲嘢，上年都算係收成。咁好可惜自己就傷咗，但係又因為即係醫生啊、物理治療師同埋教練各方面嘅幫助啊，咁我就用6個零月，咁我就復出就可以踢埋足總杯，咁其實係好開心咯。但係又未至於苦盡甘來，我覺得，因為都始終我係後備入替，咁係有幫助隊波，但係始終未至於係主力嗰個幫助咁大，係。